想破除这个法阵，恐怕需要一些时间。乌兆此刻不在无知堂内，他在西陵阵法的中心之处。你和岑英对付这里，我过去。这样的话，北洛你那边会不会太危险了？我同他一起去。浮萤留在这儿，若有变故，我也能察觉。北洛，你只要按照你希望的去做，就可以了。这是隐迹之阵，小英子，你来算正位与艮位。好。北洛，我需要集中精神。这是他十岁时雷祖送的生辰之礼，他一直十分珍爱。百神祭所内，他为什么要不听我的话？其实没有不听，只不过因为他发现了我身上的物质血，他怕我会威胁到你。最后他是自尽的。所以呢？你们后来找到了破去苏生之术的方法，原来这就是传说中的那把刑具。接下来如何？你要用它直接杀死我？打一场，如果我赢了，你便罢手。有何意义？我罢手，你能够放下心中的仇恨？不能，我们之间永远是不死不休之局。我只是不想再一次的那样杀死你。静瑜，你不觉得这太可笑了吗？手段吗？你觉得可笑的是靳云到死都不能放下的事。你是背向而驰，已经无可回头，何必再多说。我知
这个直而不化的疯子。
所剩的时间比我们想象的更少，要是不去动西陵的法阵，也不与人交手，大概还可以活很久吧。可那样也不是他了。北洛，乌照他。前辈说，乌照怕是仍有别的谋算，他要回到自己的身体里，重新掌控西陵的法阵。乌照的确留有后手，或者说他永远都有后手，石鸠也没有现身。无论如何，先把这里的通道毁了。前辈还说，不用理会他葬在何处，若是有空便去露西替他送行。知道了。这个通道很不完整。是不是因为还没有彻底打开？不，我是说乌照施加在这里的法术是残缺的，有可能他不能再分出更多的力量来，有可能他对于在西陵打开通道仍然心存迟疑，也有可能他做了别的安排。
走吧，去露西。族长，你们这是？姬灵族要迁去别的梦境了，几位是来找姬轩远大人的吧？快些去，这个梦没有多久便会消失了。嗯，风族长，你们都已经跟前辈告别过了吗？我倒是想过留下，不过大人也不会允许我陪在他的身边的。你对前辈？我仰慕他，但也仅止于此了。有缘再会。我送你们一程。这个梦境已在崩解之际，即便没有魔物，路上也未必安稳。那便多谢。前辈，来，再听我弹一曲吧。这世上如今似是繁花盛景，一日千里，我不能亲眼所见的东西，便请你们代为看着了。好的，我一定。我拒绝，天禄城的摊子已经够大了，妖族也有妖族的将来，谁有功夫替你看这看那？你若是有什么遗憾，就努力求个下辈子，用自己的眼睛去看。唉，还是小英子好。前辈，我希望你可以像北洛说的那样，亲自走一走这个数千年后的世界。就算什么都不记得了也无所谓，只开开心心过一场也好。照你们这么说，我是入了轮回井都得拼死拼活。要是有酒就好了，可惜梦里也不是真的。还记得轩辕秋的第一场雪吗？杜康嚷着说他酿成了酒，带来给我们尝一尝。记得，可他出门前拿错了罐子，难喝。但所有人还是喝得很高兴。只可惜，那天立下了誓，说好要一起变成老头子老婆子，活到彼此都看不顺眼的时候，却没能做到。上天若是不生我们，这世间该有多无趣啊。诸君共饮。
师妹，还不去歇息吗？今天有点开心，大伙一起给葛先生还有吴师兄送行，纺车的图样改得差不多了，新的种子也分发给了农人，都是好事。这种时候我就越发的想念前辈，我总在想他说过的那句，有形之物终会腐朽。直到刚刚，我好像忽然明白了，其实那块玉碑反面的文字才是他们真正希望留给后世子孙的吧。人若是没有了心里的那点意志，那点气性，手握再强的力气都不可用。师妹，有时候我真的很羡慕你，你已经经历了寻常人一辈子都未必会经历的事，眼看着要不跟我们走在一块了。师兄你在说什么？我和你和所有人不是一样的吗？我又不像北洛他们那么厉害，世上千千万万的都是我们这种人啊，不也大有可为吗？前辈说过，这个世界是被所有人一起推着往前的。你说的对，是我一时想差了。师兄，嗯，我知道我们想要做的事有些会很难很难，可是我也知道人生百年无道不孤，总会有人跟我们一起